我叫皮皮，这两位是我的爸爸和妈妈，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妞妞。我有一本老神仙送的无字天书，里面有一个神奇的世界。小朋友，你想和我一起探寻神秘的世界吗？一起来吧。熊猫剧场。陶冲抽奖。哇，哈哈哈哈。皮皮，你在干嘛呢？我今天2月2，你和妞妞都剪了头发，要洗澡。可是你现在把浴室弄得到处是水，等一下让妹妹怎么洗澡啊？赶快起来，把浴室打扫干净。真想干脆顺着水一起游走，免得面对生气的爸爸。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会在这江里？那只熊猫，你没事吧？你会游泳吗？虽然我有点小胖，会浮在水面上沉不下去，但也游不到江岸边去，请帮帮我吧。好可爱的熊猫。好的，你等着，我把鱼钩甩过去，你抓住鱼线，我拉你过来。我抓好了，我要拉鱼线了，抓住我的手。瞧，虽然你圆圆的能浮在水上，但坐在船上时，船还是会沉一些呢。我是熊猫啊，圆滚滚是天生的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生气啊。哼，那你不是嫌我胖是什么意思啊？咱俩一起划船回到岸边。边走边说吧。前几天有位伯伯来我家做客，他带来一只大象。你见过大象吗？大象特别高大，长着好玩的长鼻子，还有白色的长牙。我也见过大象，它们的确个子挺高的。我特别想让大象驮着我跑一圈，再拿长鼻子喷水给我看看。可是爸爸很生气，说大象是客人带来的，我提这样的要求很没礼貌。是有点儿，伯伯生气了吗？伯伯说，如果我能说出大象的体重，他就让大象背着我在花园里跑一圈玩。你拿个体重秤给大象称一下不就好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大象太重了，它踩坏了我家所有的体重秤，可我还是没法称出它的体重呢。看来这位伯伯给你出了个大难题呀。到岸边了。对了，还没自我介绍呢，我叫曹冲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皮皮，谢谢你刚才救我上岸。来，把手给我，我拉你上岸。谢谢。瞧，你就是挺沉的，一上船一下船马上就看出来了。曹冲，体重，小船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？这是个好办法，你真聪明。皮皮，你等我一会儿。等等，曹冲，你要去哪里？我马上就回来。曹操啊，你儿子这是要做什么呢？曹冲，我们大人正在忙，你把我们拉过来，难道你有办法知道大象的体重了吗？对，我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但是要请大象先和我一起坐船。曹冲，接着石子儿。谢谢。好了，伯伯，你可以让大象下船了。好嘞。大象在船上时，
他的体重压得小船下沉。现在只要往小船里堆石头，直到小船再次下沉到同样的深度，就可以知道这些石头和大象一样沉。把石头拿下船，一块一块的称重，把重量加起来，就是大象的体重了。嘿嘿，怎么样，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大象的体重啦。曹冲真聪明，你爸爸一定会很骄傲的。伯伯说话算话，让大象同我出去玩。皮皮，我们一起去玩。嗯，谢啦，我还是回家吧，还得打扫浴室呢。再见。爸爸，其实我刚才发现水的浮力可以用来称大象呢。可不是嘛，这可是个很聪明的办法呢。难道你想说刚才想在浴缸里称熊猫吗？嘿嘿嘿，小淘气，你就不能用家里的体重称吗？爸爸，我错了，我和你一起把浴室打扫干净。玩具乐翻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给小朋友们带来的玩具啊，就是很难接触到的显微镜。小朋友们可能都不知道显微镜长什么样子，别着急。魔法变变变。在教小朋友们之前呢，我先跟小朋友们说说显微镜是一个什么东西。显微镜呀，其实是一种光学仪器，它能够把很微小的物体放大到人眼能看到的程度。哇，太好了！乐乐姐，赶紧教教小朋友们怎么玩吧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跟小朋友们先说一说显微镜的构成吧。在镜壁的前上方是镜筒，镜筒的上方是目镜，下方呢是物镜。物镜的转换器可以自由转动，上面有三个圆孔，安装着物镜，它可以把物镜调节到不同的倍数。镜筒下方呢是载物台，载物台的中央有一通光孔。载物台上还有拨片标本的弹簧夹，可以夹住拨片标本。调节器是在镜柱上，转动调节器可以调节镜筒上下移动。在镜筒的上方呢是目镜，下方是物镜。我们有三个倍数的物镜，最长的物镜呢是最高倍数的物镜，最短的是最低倍数的物镜。接下来我们用一片洋葱表皮来做实验，看看洋葱表皮在显微镜下是什么样子吧。首先呀，我们先在显微镜里放入电池。然后呢，打开开关，这样的话灯就亮了。然后我们调节器，可以控制物镜的高度。旋转这个旋钮可以调节灯光亮度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制作标本了。这个呢是乐乐姐姐已经提前切好的一片洋葱，我用镊子夹取一块洋葱表皮，然后放在载玻片上。在载玻片上滴几滴水，然后我们用一块盖薄片盖在载薄片上，记住不要留下气泡。把这个载薄片放在载物台上，标本呢要对着我们的通光孔。在放置载薄片的时候，要把物镜调至最高，然后调节我们的物镜。400呢就是400倍的物镜，1200就是1200倍的物镜。那我们选择用1200倍的物镜来观察。
接下来我用眼睛对着目镜，然后调节调节气，不要让物镜碰到我们的盖薄片，然后调节聚焦旋钮来对焦。能够看到东西的时候就要更加细微的去调。在1200倍的物镜下呢，我们观察到的洋葱表皮细胞呀，就像一个一个的小房子，整齐有序地排列在一起，而且在每一个的小格子里面呢，都有一个小圆点，这个圆点呢，其实就是细胞核，那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植物细胞了。呵呵，怎么样，好玩吧？好啦，今天我们的神奇熊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小朋友们想要收看更多有关神奇熊猫的精彩内容，还可以购买我们的神奇熊猫套装，里面有好看的动画片、杂志和玩具。爸爸妈妈还可以在微信里搜索神奇熊猫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。诗词最动听。二月儿新雨晴，草芽菜家已是生，青山喜马春年少，诗词尽头一字行。山喜马春年少，诗词尽头一字行。快乐的时光我珍惜，从前好神秘，故事好有趣，好多知识我好奇。小孩子我们就要懂规矩，小孩子我们就爱讲道理。我是神奇熊猫，我有神奇的魔力，带你坐上时光机，穿梭在故事里。我是神奇熊猫，就想做个好孩子，有没得动力，乖孩子。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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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奇熊猫。哒滴哒滴哒滴哒，神奇熊猫。神话的美丽，神仙的魔力，古老的传说我入迷，传统的文化，祖先的礼物，我要珍藏我心里。小孩子我们就要懂规矩，小孩子我们就爱讲道理。我是神奇熊猫，我有神奇的魔力，带你坐上时光机，穿梭在故事里。我是神奇熊猫，就想做个好孩子，有没得动力，乖孩子。我是神奇熊猫，我有神奇的魔力，带你坐上时光机，穿梭在